没想到啊，没想到，印度三哥的各种雷人习俗彻底刷新你的三观。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看完庆幸胜在了中国。你最受不了哪一个？路过的小伙伴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今天就带大家一盘点印度阿三的六大雷人习俗。六个。根据印度教的信仰，牛是神圣的，供奉牛可得到神的祝福和保佑。这种信仰让印度人对牛产生了深厚的崇敬之情。印度的宗教习俗中，牛常常出现在各种庆典和仪式里。在一些重要的节日，人们会用鲜花装饰牛，并且奉上食物和饮水，以表达对他们的尊敬。印度的乡村地区，牛被视为重要的劳动力，帮助进行农业生产，因此牛有着特殊的地位，被认为是农民的财富和福祉的象征。印度城市的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漫步的牛，这些牛大多是流浪牛，印度人对他们非常宽容。虽然这些牛在城市中自由行走，但他们并不会给城市带来威胁，而且印度人会尊重他们的存在，甚至还会等待他们安全过马路。尽管印度人崇拜牛，然而牛也会带来一些挑战。城市里流浪牛有时会造成交通阻塞，或者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导致环境问题。在一些地区，有人认为流浪牛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需要有更多机构来保护它们。印度人对牛的崇拜达到了一种癫狂的程度，甚至涌现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习俗。脱粪节是印度一种独特而古老的庆祝方式，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会用新鲜的牛粪相互泼洒，这被认为是一种祈求好运和祝福的仪式。虽然脱粪节在农村地区仍然盛行，但在现代城市中逐渐受到限制，因为它会引起公共卫生问题和环境污染。印度一些地区的居民相信被牛粪砸中是一种好兆头，他们认为牛粪是神圣的，因此当他们在街上看到牛粪时，会主动走过去，希望被砸中。虽然这种信仰在印度的乡村地区较为普遍，但城市的一些人开始质疑这种行为的合理性。最令人惊讶的是，印度的一些信徒认为喝牛尿对健康很有好处，他们相信牛尿具有治疗疾病和提高免疫力的功效，因此一些人会定期饮用牛尿或将其用作药剂。然而这种观念在现代医学中没有科学依据，并且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些令人费解的习俗，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是印度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宗教信仰在塑造民族认同和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你知道印度阿三的各种习俗有多奇葩吗？一个比一个雷人，彻底刷新你的三观，看完庆幸生在了中国。第四个。最为疯狂的还要数一位印度小哥，竟然与一头母牛结婚。为了完成这段怪诞的婚姻，他花费了17万卢比，在牛棚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当地村民也都受邀参加这场让人啼笑皆非的仪式。尽管许多人持着调侃的态度，但拉贾却显得异常认真。然而这场荒谬的婚礼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第三个。炎炎夏日，太阳高挂，大家都希望能有个凉爽的地方躲避酷暑。然而在印度，很多人并不像我们一样躲在舒适的空调房里消暑，相反，他们选择在恒河里洗澡的方式来迎接夏天。恒河对于印度人来说不仅是一条母亲河，更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夏季，恒河水成了印度人最好的避暑地，你可以看到无论男女老少齐刷刷的来到恒河边，准备洗去一身的污秽。然而虽然恒河水有着神圣的象征，但它的卫生条件却让人堪忧。恒河水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清澈，反而呈现出一种浑浊的状态，可以看到各种废弃物和垃圾漂浮，还会闻到一些难闻的气味。但即便如此，开了挂的三哥们还是勇往直前，一头扎进了恒河水，与身边的无数信徒共同祈祷。豪饮一杯恒河水，便是完成了一个信徒最基本的祷告，这让人不禁感叹，有时人们对于信仰的坚持似乎超过了对健康的关注。盘点印度阿三的各种雷人习俗，看完三观碎了一地，庆幸自己生在了中国。第二个，嫁女儿在印度几乎是倒贴的事情。您没听错，嫁女儿还得付钱。根据印度的习俗，新娘家庭要给新郎家庭支付一笔嫁妆，以示对新婚家庭的支持。这个嫁妆有时候可能是个天文数字，
而且随着女孩年纪越大，嫁妆金额也似乎越来越夸张。不过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即便倒贴了这么多钱，女儿在新婚后还可能面临婆家各种的不公，好像就是去服侍丈夫和婆婆的奴隶一样，简直是反转了现代社会的常态，让人不禁翻白眼。然而那些年过而立仍然单身的女性可不会被这种观念束缚，她们自认为有着女汉子的风采，宁愿选择独自生活也不愿去顺从传统的安排。这些大龄剩女自信满满，有时候还会在晚上出门用各种方式吸引男子的注意。她们不仅不拘泥于传统，还充满了现代都市女性的独立自主。只是因为传统的观念依旧在继续，让这些女性感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所以她们有时候可能会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感。第一个，印度神剧不仅有超自然的剧情，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歌舞表演。在印度神剧中，舞蹈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元素，而且常常在不合时宜的情节里出现。无论是爱情戏还是家庭戏，角色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开始跳舞。不得不说，印度神剧中的大舞场景已经成为了一种特色和标志，让观众对于这类戏剧充满了矛盾。比如在爱情戏中，男女主角刚刚表白完，本应该进入甜蜜的相爱阶段，结果却跳起舞来，场景浪漫到让人直尴尬。观众也常常在这样的情节中惊呼，这时候跳舞干嘛？难道不应该亲吻相拥吗？类似的情节在打斗戏中也屡见不鲜，当角色面对敌人的时候，本该激烈搏斗拼尽全力，然而他们却突然放下武器开始合唱起舞。虽然这样的尬舞可能看起来和谐，但在战场上真有些不合时宜了。不仅如此，印度神剧中的舞蹈场景还常常出现在丧礼、婚礼以及病床前，面对生死离别，角色们总是陷入舞蹈的律动中，让人不禁发问，难道舞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吗？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上述这些印度三哥的奇葩习俗，哪一个最让您意外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再见。